那么我们接下去就要迎来2020年的新年的到来，希望大家在新年当中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学佛精进，好好的烧烧头香，好好的念念经，也要好好的磕磕头，祈福世界和平，祈福每一个人心灵健康，身体健康，让自己无痛无灾无病无难，那就是幸福。不要去过分的贪求，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每天就是平安，就是有福。希望你们好好努力，不单单是为自己，也要为别人，为众生，为大家活着，那是一个有意义的人。希望大家能够学佛精进，身体健康，日子越过越好，因为帮助的人永远是越过越年轻。